你们都看过那个倒霉的视频吗？我今天死了一下。是同一个吗？前方高呢。啊好，倒霉有，倒霉。这是加强版的。偷油出来了？哪有啊？终于找我靠！我想我明就没流，你知道吗？还是你要再一次倒霉一下？我的观众还没有看到那个再次，给深度挑战，快点。现实跟荧幕是差很多，好不好？哪受得了？天哪！大家好，我是小佳 ，AK 小奶奶。大家好，我是三度哟。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跟三度合作的不信用挑战第二集，还有不要做挑战。对，我们这是融合了不要做挑战，然后上半部在三度那边，现在是下集，所以还没看上集的可以先去看上集。今天的不信用挑战第二集就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的简单了。这次呢，我准备了一个叫做不要做挑战，这个就是上面会有一些指令，就在你们两个人头上各放一张，然后如果你们做到里面的动作或者是说里面说的话，就一样要被我乱棒殴打。所以等于说呢，心动然后又不小心做到上面的指令的话，就会被我揍死，就会被揍两倍，对不对？对，就被我揍死。好，那接下来就是小家题目，那我们要先抽卡。OK， 开始。干嘛？啊，没有，我刚才准备，我想我忍住了，你还要打我是不是？要把你打起来。我刚才有点快受不了，他那个脸上那个湿湿的。我不这样哦，有些事情私底下再说。哇，明显尴尬啊，尴尬。那下一题，有人说你长得像陈冠希吗？什么大声点听不见？你会模仿他吗？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说人名？太烂了吧！自爆，笑死！哎，模仿陈冠希一下，快点，就模仿一下。你好歹讲得像了吧？陈冠希跟我那么差那么多。嘴唇，今晚就决定是你了。我就更不想看你，我想看他。所以你觉得沙耶拉是你受不了类型吗？就蛮真的，你会被打吧？什么啦？评价别人，这太难了。好了，你就唱一下陈冠希的歌，如果没有我就算了，我们就换节目。陈冠希的歌，还记得我吗？那个，继续啊，还记得我吗？然后嘞。什么大声点听不见？啊，我就直接说，大声点听不见，他妈的，太难了吧？现在轮到谁？你没有轮到谁啊，就是播放啊。不可以，这边抖啦，这样抖受得了吗？那个你觉得正吗？我觉得还可以啦。好，那别打。哎呀！哇，称赞别人。你觉得等一下是轮到我被打吗？你觉得轮到谁被打？你讲嘛。我是想跟你说，兄弟一场就别演了。大家看我们，估计我们。什么？现在几题了？有没有玩到这么累？刚开始哎、欸，我要赶快玩下一题好不好？现在轮到谁了啦？还轮到我吗？轮到谁？换你。换卡？怎么这么拼啊？很难呢、欸，怎么怪难的？我刚一直想说，我们不是分开解吗？为什么要一说轮到谁？我想说这不是废话吗？先好好玩个几题好不好？好好玩个几题，先不要害了。还蛮漂亮的啦，下一题。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开始，将勇气消失在听完吧，现在优美的歌声。后来终于眼泪中明白，好像哦，才华就不在。哇，这怎么忍啊？这怎么？抖音号怎么？
Sharpie， 好，那别打吧。网是好难，所以你要站那里、啊。不不，你过去啊，你觉得？我手放在这里，比较好拍啊。哎、欸，你觉得那会挡到那个光吗？会耶，会耶。回头看，雪被助攻哎、欸，这个完全没有防备。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用害他。Này Ratatou, cho anh trở thành Lee Winnie. Anh đưa em lên sofa xem phim như ở CGV. I finding out her spot. Say goodbye. Lần này đu đưa đi từ Tây Ban Nha sang Tunisia. Lênh đênh trên du thuyền mà anh thả đâu đây? I'm dreaming over you vì em là quả dâu. Đây là cậu nói, hay là cho tôi đến chỉ ba. 这也是等你自爆，好不好？你不要干嘛？没有没有，我不要不会害你，我看你哦，这是我也是磁铁的，我现在才到你有耳洞哎，你知道我有耳洞吗？你看得出来吗？哎，你有啊？我有两个。嗯这个你应该也觉得可以吧？当然可以啊，可以，可以爆啊！下一题。这个很正，可是还好，有点太快结束了。你觉得我要不要换卡片？换一下，我觉得你换了摸耳朵嘛，对，我就可以揍你了，对不对？哦，摸耳垂。因为我猜到这个啊，爆雷是不是？哎、欸，他讲出来了，啥子的？我好，你刚好听他说什么吗？没有，有听到没听到？没有，就没妙，没妙。什么啦？干摇头。你这个蛮难，你这不可能，我应该没办法让你成功。我来了，做好准备。三小就买个高跟鞋吧，为什么要写的嘞？你在做什么？你忍住了，猫娘哎 ！Oh my god！ 低估你了。下一题。蛮危险的哦，因为好像哦，抖音这样，你有点像陈芳宇的即视感，不知道为什么。陈芳宇是那个歌手，唱爱你那个啊。爱你是哪首歌？爱你怎么唱？忘记。哇，你要叫我唱歌是不是？就，我想一下。就，哎，唱不出来。就，这咖啡，你怎么有机会啊？怎么有机会？欸、你会玩新加坡选吗？不会，我不知道什么。不是啊，真是拍片拍到一半讲新加坡选，太不自然了吧？我们做的是很不自然的举动，你知道吗？拍片拍一拍叫我唱歌，然后拍一拍说玩新加坡选。好了，下一题，这一遍看不完了，看不完了。什么时候受不了？我主要在等你。太吓人，太吓人！你猜得到你上面是什么吗？划拳吗？不是，猜拳不是，新加坡拳。真小啊！不然我还……好了，那我得换掉好了，唱歌嘛，对不对？我先不害你，好不好？我们赶一下进度，赶一下进度，不然这部片剪不完。下一题。想念好，请多多关照。请开始考试。嗯？干嘛不给他吸眼睛针？啊？未上车一周，检查车辆周围交通情况，是不合格。
我不懂什么意思，因为他在考驾照啊。哦，那你上车之前你要先看一下车子四周是不是安全的，才可以开始开啊。抱歉，我太久没考驾照了。所以你平常开车你都不怕，万一 A 到东西？不要讲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可以下一题。所以都不会怕。反正就是跟我题目有关嘛，对不对？啊，下一题，下一题。而且给我很安稳的坐上去。你会怕狗吗？我家养了无数只狗了，真的不会怕。不怕。他这是干嘛？巨吃。吃饱了，我不要。你会怕青蛙吗？好烂哦，我想要换它。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吗？说不会怕。对啊，对啊，你可以换，可以换。这个太难了，干我为什么说啊？你不会怕撞到石头吗？我的，你到底有没有办法？你再换。你的，我再观察一下吧。下一题。不可以这样亲吧？太阴险了吧！你们都看过那个打妹的视频吗？我今天试了一下。是同一个吗？前方高呢。这是加强版的，偷偷流出来了，哪有啊？终于找我靠！我想我明明就没流，你知道吗？他怎么害我失去？都是一个很自然的点。哦，真的，我有被骗到，有被骗到，还是你要再一次打妹一下？我的观众还没有看到那个，再次，给深度挑战，快点！打妹哦！现实跟荧幕是差很多，好不好？难受不了，天哪！你受得了啊？受不了。回答问题。什么啊？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战袍吗？您好，让我们一起摸头发。学妹有这个战袍，我觉得学妹的好像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我这个就要忍住了。这很经典的那个。这障碍赛是不是啊？这边甩出去哦，好妖人！这新的吗？还是有一阵子？我之前看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你再找给我看。好 ，OK。怎么啦？毫无防备。啊！我怎么了？因为他也拍别人。哎，你拍你的。我这样一直打你，你不会生气吗？会啊。对呀。受不了，这个跳绳上跑，哎，这个有点下流。没事吧？为什么刚刚我就被打，你就不行？什么？说没事。哎，其实我是无意间的，你知道吗？我单纯只是想说没事，然后结果你就跟着说了。你那个有点难，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败。有差点快笑出来，我觉得蛮好笑的，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我差点快忍不住了。你在做什么？那个打吧。哎，这太难了。恭喜小佳。恭喜小佳挑战成功。握手。你数得出来今天我们各被打几下吗？我们做的结尾要这么累？做结尾要胆战心惊，至少十下以上的我没有都没有算，没有算。那你觉得给我们今天这一集打个分数？你是要我说数字？好笑，对不对？好笑。猜到了。好好了，我们赶快做结尾了，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综合挑战有趣的话，留言跟我们讲。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玩的。你要邀请，你们应该觉得蛮好笑的。到时候可以邀请我一下，上你的最热门的节目。哦，没有问题啊，是你自己不来上的。上次我没有邀请我，好不好？随时都会来，好不好？对吗？那我们一样，下礼拜见。拜。大家是不是对你来说已经？如果他这样勾着，然后开始屁股开始扭，我可能就受不了。是我问你，大家是不是对你已经没有感觉？大是还好了，还可以接受。因为学妹，对，因为学妹太大了，你看奇怪。